三位哥哥有一个小任务，用标准的普通话念一下我们的任务卡。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所谓。谁先？你先吧，队长。大湾区的哥们，大湾区的哥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屹立禁止将代表万千观众化身为大湾区观察团团长，和你们一起玩一天，一起玩玩玩一天，一起玩。他的视力问题，他很视力啊，他讲话会让人无法招架。干！从不按套路出牌的你们，能否高级的进教菜招呢？这个很重要，它有高级。高级。OK。不要低低级的。中级也不行。对。你来练一下吧，学习啊，来。啊，学习的，来。谢总，谢总。答完题的过门，你们知道咩？屹立禁止将代表千万观众化身为大湾区观察团团长，中山鹰啊，和你们一起玩一摊一摊一摊呢？一摊他的犀利提问令人无法加交，但从不按套路出牌的你们，能否高举的尖叫彩椒？彩椒？哎，